失败了。雷电，换雷虫。金色素先拉一下，啊，不然碰到了，匕首。弹射还是先换弹好了，换弹有点慢。没看到。召唤物先提升嘛，先提升好了。
怎么被撞到两次啊？拜托给我灵魂加一，好不好？耶！可以，有望有望。病房。口径子弹加伤害哦。啊！是不是要换子弹走开吗 ？Yes， 有点危险。要碰到那个，召唤之书来了，召唤之书，召唤物伤害加起来了，我要飞起来了。有召唤之书，那小怪都会直接死掉的。OK， 难吃经验值。死亡收割。先死亡收割好，等一下再敷龙软。龙软六分钟，所以还有时间，还有时间可以养龙啊。晚点养龙也不迟。哦，千万要小心眼睛，还有靠近我的怪物。记得多吃灵魂。第二把匕首还是啊，龙好了。趁现在还行的时候先弄龙，然后等一下再点。需要的，需要容量，需要多两颗子弹也比较好，多一点东西可以弹。换弹速度上升，因为刚才为了点召唤之书，换弹速度大换弹的速度大幅减短，大幅拉长了，讲错，那现在需要减短。吃要吃的吃经验值啊，吃的有点慢。神枪手先点吧，神枪手先点好了。然后有点那个击退的话，就算没看清楚也不会，也没有那么多怪容易靠近我。现在怪开始变多，要小心。
OK， 电力充气，可视范围，再弹射，穿过魔晶，尽量往魔晶的方向走。我要往，啊，魔晶转好快。没关系，时间只好顺其自然。龙吗？弹夹容量跟弹道速度先点这个好了。龙，等一下再点。有点痒，站着一下，站了一下。OK， 那我再吃这些经验值。齐同并进，这样等一下点到死亡之灵之后，就可以点进阶的技能。伙伴嘛，先点起来。我觉得我试着站着不动打好了，然后等一下再去直接绕一轮，看可不可以把那些经验值吃一遍。就跟血鬼那个牧师开局有点像，那尽量积多一点在一起吃好了。现在情况来看，好像可以这样玩一下。大的快开始进来了，我要去吃经验值。OK， 等一下这个。吃经验值啊 ！OK， 致命弹丸 ，OK， 子弹伤害加增加。奇怪，致命弹丸是哪一个点过来的、啊？我看一下，我自己没有特别注意。死亡收割跟清醒子弹。我现在开主选单都有点紧张，我很怕不小心按到放弃，因为这局蛮顺的。复仇之灵。先把那个召唤的加成点起来，然后等一下再来点，龙的加成。哎、欸，龙已经孵出来了，什么时候？我都没注意看，场面太混乱。刚回来，现在玩的如何？这局感觉有望哦，我觉得。移动速度加成吗？还是慢弹速度提升？这个好了。换弹速度还是有待加强。艾森，想要这局有期望，我要专心一点。眼睛来了，等一下那个 boss 就要来了，会有点危险。来了，啊，是瓦斯弹，不是那个 boss， 但是等一下那个 boss 就要来了，先把这个努力打掉。我希望他不要先给我那个移动加成。但是我现在无时无刻都有怪在死，先点移动加成哦，也没有什么不行的、啊。这个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利益是不死金团伤害，召唤物伤害加 35%， 召唤物攻击速度加 35%。有希望，有希望。小心这些眼睛，必须。有点多。现在小怪可以马上清掉，但是这些中型的跟眼睛就有点麻烦。先聊点后。我
感觉很容易可以过一阵子，应该就可以把树给打掉吧？那个召唤物一直在那边飞来飞去，飞来飞去，都没有办法控制它们飞到哪里去了。先把眼睛打掉，眼睛好难看。我觉得最大的考验应该是等下那只王，因为我很可能很难走位。先点燃好了，穿过魔晶点燃敌人。OK， 烧起来了，烧起来了。怎么被撞到了？没发现。哇，有点……啊啊！完了完了，我一直吃到那个。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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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如果有可以升最大血量的话，最好升一下。是不是七分钟的时候就要来了？我会再升一等，还没有。但是等下那个快要打到我了，差点差点，拉死取范围，升等升快一点。想这眼睛真的很贱呢，我连续被打到三颗，然后树也要小心。现在攻击变低了，有点危险。嗯，他们离我越来越近。我忘记那个 boss， 我忘记几分钟会来了。别怕，需要回血。生命值拉一下 ，OK， 浮躁也还在。升一下，升一下。移动速度这个千万别点，可视范围冰冻吧，等一下看可不可以多点一个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距离有点近，等一下看可不可以多点一个那个降 boss 血量的，这样应该会比较好打。他还没给我那个召唤物的那个加成，我想要拿那个加成的道具。这个召唤自如子弹伤害会减，但是等一下再来了，小心眼睛。那个爆炸的那个好像靠近不了我，好像还行。眼睛先不要打好了，先专心躲好了。死了，太好了。力量之书、狂热之书、子弹伤害好像不能再减了，应该要加这个子弹大小，最大血量会减，但是我反正我第四颗也是空的，或者弹射，我觉得子弹伤害吧，因为蝙蝠那个可以加成，然后匕首也可以。力量之书。我上次最高等级升到几等？我忘记了。希望这次也可以升更多。所以最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些眼睛了。上面有很多金的纸可以拿。这只先把它射死。
这个现那个，如果是移动速度的话，现在应该就可以建了。对，因为现在无时无刻都有敌人在死掉，就代表我现在走快都没关系。深呼吸，吐气，效果翻倍，怒某。拾取范围再大一点吧，还是先伤害提升？换弹伤害提升好了，再生伤害。啊，除草机，我想要先，那魔晶是召唤的，没错。好啦，既然是召唤的，我先把魔晶点起来，等一下再点拾取范围的。结果我也没有用到那个冰冻那个降 boss 血量的技能，就还是把 boss 给打死了。不过有那个 boss 的，有那个降 boss 血量技能的话，就这个是比较容易把这个树给打爆，没错。但是我还是想要先吸经验值，把树打爆的话，我觉得对玩莉莉丝实在是蛮有用的，因为那个画面太乱，说不准就是会撞到树。啊，就算有那个冰冻。要把树杀掉还是很花时间的。野蛮成长，我已经看不出来我的龙的伤害在哪里。这个游戏好像不能看细部伤害吧？我等一下再确认一下，因为血鬼信那个吸血鬼幸存者可以看细部伤害，就是每个技能的伤害。这个比较肥的怪物来了，有点麻烦。绕着圈吃经验就可以升等。弹射吗？就闪电吧。这弹道速度就整个弹珠抬起来，射快一点。反正我不太需要扩散吧。哇，弹珠台！眼睛，我的天敌。莉莉丝的天敌，眼睛会吹红色泡泡的眼睛。哇靠！等一下，我那一颗一颗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是龙吗？哦，是龙。我想说那一颗颗什么？渗透哦，弹道速度跟穿透还不错哎。穿透原来是要点这个，我点这个。奇怪，我盾什么时候没的？我没发现，太乱了。一定是我不小心撞上什么东西。哎，这聊天室我等一下看哦，我真的很想要赢这局，等一下再赌。这局死的话，我很呕的，只剩一分钟了。然后我想要看可不可以试试灯，凑个整。弹道哦，血量低于20%的时间会直接被处决，处决你们！可以盾回来了，来吧，我的四十等，加油！龙之烙印，子弹额外伤害等同于龙，额外伤害等同于龙的攻击伤害的10%。哦，nice 啊！40等嘞，剩20秒。我上一局是不是那个不是上一局啦？就是花火那个，我是不是也卡在39等？啊，好像到不了哎、欸，太难了。
了一个成就，叫做 Gotta Catch M O， 就是 Gotta Catch M 有点像宝可梦的东西，要抓到他们全部所有的，这应该是宝可梦的梗吧？活过这个夜晚，活过这20分钟，然后同时有8个召唤物，爽啊！七，40等有点难。哎，今天真的太难吃到了。虽然说对那个年代的女人来讲很痛苦，但是我很喜欢，我很喜欢那个挤出的上乳。我看那个年代电影的时候，我都很开心，就是我可以看到挤出的上乳，我超奇怪。我觉得没有任何色色意味，我只是单纯觉得挤出的上乳真的太美了，这样。